自驾东极浮潜的路上，现在是在洛北县呢，它属于鹤岗下边的一个县，也是一个边境县城。再往前20公里呢，就是口岸了，名山口岸，对面就是俄罗斯。哎，这边真冷啊，昨天晚上下了点小雪。昨天把车停在了雪地里，昨天晚上下了点小雪，轻飘飘的小雪，也不知道今天车能不能打着了。你们猜能不能打着？我猜80%是打不着。他已经有依赖症了，还得搭电池搭废了。很多人说劝我换电池吧，我有启动板，我换它干啥？本来他也病入膏肓了，我还在乎他废不废？呀！再扭，再扭，再扭！我关了，打不着。你就不应该让我拧，我有点不会拧。先拧回来。另外电不够了，还得充点电去。大的。行行行。拧。没反应了。再拧一下。没反应了。电不够了。你就直接就拧，不用了。完了，电不够了，充点电。我松它干啥呀？我不会。你不会你就拧，我就不用松就行了。我跑跑一发火，地球都抖三抖，又得上前面厕所充电去了。车门的关的铿锵有力。哎呀！完了，又废了。快走啊，都没有我积极。我都走到厕所跟前了，这个再充20分钟就够了，一般就充10分20分的就能搭起来。大家都劝我买电池，其实电池没多少钱，200-300块钱这种电池。完，我一直说要启动宝，不买不买。一个人的悔改，1%是别人的劝，99%是撞了南墙。就南墙蹭多了，我就会买了。就等有一天这启动板也不好使了，必须靠着搭，我就一定会买了。哎，充点吧，这种插座。吴爸爸说了，他要多长一张手都不带用我的。笑死我！哎。往往这个时候我一点都不生气，他越生气的时候我越不生气。因为我给他气着了，我就不生气。我要生气的时候他不生气，我就很生气。我感觉我被人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刺儿的一顿有点冤。哎，你出来，出来一下。我刚才拧到头了，是我没往回拧。嗯，然后你松手了。没往回拧跟我有啥关系？你松手了他就不打火了。那我手还有挂呢。你得拧到他着起来呀。你买块猪肉得了。我已经拧着了，这玩意怎么还能赖我呢？我寻思像上次是说我拧回来了那赖我是吧。哎，我拧回来之后赖我，这跟我啥关系？手还不能挪走了，手还得挂在那儿，充了10来分钟了。起一下子又没电了。你现在还是37分吧？嗯，19分。37，腿是三，伸的是七，你看，真的是。满了。嗯。满了。嗯。走吧。试试啊。都满了。啊，这起不到可就废废了，废废星星了就要。废废了，看能不能废废。我和这老头一见面，我俩就互相解释。我把他当成看厕所，他把我当成看厕所，一进屋我就说
我车没电了，充点电。他一进屋就说外边太冷，我歇一会儿。我俩把彼此都当成看厕所的了，开始倒腾东西了，把前边的往后倒腾。我说搭完再倒腾，他非倒腾完再打。这个轮胎我一直没扔，我就想留着上河里边，他拽着我当爬溜用，不行就扔了吧，我占地方在这里。这烧烤小炉子买回来也没用，你这次用不用我了？不用，要不我去踩离合器去。行，洗不着你，看看吧。我俩还没吃饭呢，路不路过罗北县了？路不路过都能走。要是不路过的话，前面还路过明山镇，就明山口岸。口岸现在对也没开吧？对面是俄罗斯，现在应该也不开，看不了啥好像也。你就去这儿吧，吃个快餐啥的吧。是不是车不能灭火啊？吃饭的时候，一直着着吃啊，都不敢熄火，一熄火又该打不着了。苗路前面就是罗北县一个边境小县城，这边是一个小市场、小夜市啥的，还停在有阳光的地方。那边能不能停？可以晒晒太阳能啊，就停在这儿，就这么一直开着吗？先开一会儿，等会儿再洗一洗。要不你先去？我先去。嗯。那你在这看着车呀？我给你打包回来呀。不用，我一会儿再去，等你回来去。一起去吧，等你一会儿。车在那开着吧，反正也没人偷。吃完饭再出来。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吃了？能不能吃中午饭？炒饭、炒菜、包子啥都有，这炒菜的也没多少了，没多少了，剩的，吃吗？鸡蛋焖子，这还有粥，砂锅有吗？旁边有砂锅吗？我不吃包子。这粥是2块钱一位，随便喝。这个菜还能打出来啥呀？火爆大豆菜能打出来吧？啊，火爆大豆菜。你要在这吃是吗？对，在这吃。快餐吧。多少钱？是盒饭呐？对。多少钱一位呀？做10块钱的米饭。啊，等我要火爆大豆菜那个。啊，这个。啊，两荤两素啊。对，两荤两素，大米饭随便。10块钱一位。那还有啥呀？这个辣椒吧，辣椒。嗯，啥肉？啥肉？鸡胗。螺丝鸡肉。那是啥呀？萝卜。肉对萝卜。那行，牛肉萝卜吧。牛肉萝卜。鸡胗。鸡胗。牙签肉啊。嗯。行。就这俩吧，我吃个快餐。猪肉的、牛肉的，他吃包子、粥啥的吧？的没有菜了那边。这个是炒饭也可以打，打了点炒饭，打了点白米饭，但他现在没多少菜了。韭菜盒子。嗯。啥包子？酸菜。沙。沙吗？嗯。一碗粥。给他钱了，我这是10块，他那是8块。韭菜盒子、包子全2块，粥2块。你那是8块是吧？哎，那不对呀、啊。你那8块啥才1块呀？啊，都是1.5块好像。嗯。4个1.5块不就对了吗？我这么问你啊。对对。韭菜盒子、包子都1.5块。这里有2个菜好吃，大头菜、鸭肠肉。吃完了，走。糖葫芦来2串，卖糖葫芦人呢？糖葫芦，
谁家买的还得进屋里买啊。外边没有人，大冻梨。这就是一个小市场。糖葫芦。人还不少。大冬柿子，小冬柿子。带鱼。小鸡儿。好，走吧，真冷。得接着往前走了。名山口岸。路过那儿转一转。啊？啥呀？啥？看这啥？壁虎吗？天机。成了个雕像。冰雕。现在已经出罗北了，正在往名山口岸方向走，离这儿20公里。离居了，吓我一跳，咋的了？毛愣了，这踩刹车踩毛愣了。有违章拍照。名山，看前面，牌子上多少公里？20公里。但是中间有一个收费站，15块钱。如果没有疫情的时候，咱们这边去趟俄罗斯太容易了，因为俄罗斯头还挺多呢。特别东四省得把内蒙古加上，因为内蒙古那一大片子也是连着俄罗斯。你看东四省啊，也不对，好像是辽宁那边不连着吧。吉林那边连着是朝鲜，好像黑龙江这边连着俄罗斯。你像罗北这边名山口岸，然后还有黑河那边也有口岸，满洲里那边也有口岸，绥芬河那边也有口岸，好多对俄罗斯的。名山收费站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钱。这么好啊，前方有关了关了关了，没有收费站了。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捡了15块钱。边界线是真的好走啊，路上没多少车。有违章拍